那么弱，就要那么弱卡住，哦，卡住，对对对，哦，是什么称呼？哦，叫那个阿吉，阿吉，哎，那个去年有印象吗？就是我那个来爬新港山的时候，你看，对，我的妈！我那时候的他妈的，怎么这时候？怎么没有找我们？他晚上哎，他回来还愿的，他感谢你带他去人家。有印象，你马上清醒。有印象，真的有印象。真的？哎，怎么有那么危险？一个人上去，然后已经晚上了。对对对对对。我们还带他。去认识熟悉的路，哪一家？他说是一月九号，我想说一定是真的，还好。哎呀，还有没有其他人呢？啊，他们现在没有，没有看到。其他人我们阶级全部都是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好是阶级开会，所以都是我们阶级的人。哦，对对对，那时候就说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子，然后快虚脱，快虚脱了。对对对对对，他特地干嘛？哦，还有是很感恩。感恩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比较感恩。对对对，还好你那时候吃饭没有噎到，没有噎到。对对，那时候吃很快。他又烤，他又烤肉，这样说不要吃那么快嘛，我们又不是稀饭，就是饭还好。真的，有有哇，他就去那个爬山，爷们，哇，太感动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现在这跳舞，等一下赶不休息，我们一起，我们跟大家说一下，等一下要跑掉了。真的假的？他太晚告诉我们了，所以我来这找我带你去还愿。我衣服脱给你，等你倒酒。对啊，快点脱衣服，快点。对，我觉得真的要。赶快倒酒，给我们赶不到的。倒酒，没有，倒这。不想打断他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穿他的衣服就带着他去就好了。你现在把衣服脱掉，先衣服脱掉再说。对，你就还愿了。反正我衣服你一定可以穿。对，真的假的？马上，真的真的。你有这个心，我们就让你接下来的。那你，哎，可是你跟金子有什么气度？你一直给他弄。来，衣服先脱掉嘛。他已经给你穿他们的衣服了呢。快点，等一下，我们再去。好，他们两个，他们两个带刀了。